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又是一个神赐福的日子。圣经说，每一天在基督耶稣里都有平安。这个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苦难不足以影响我们的生命，也不足以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有平安的。所以不论今天你将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试着来到神的面前，花时间跟他祷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列王记下九章十四到二十六节。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莫。但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户带着一群人来，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兰说：“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安不平安。”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约兰见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众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它抛在这田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因为神居然让先知去高抹耶户，要耶户去背叛约兰，然后要带来一个很大的在北国以色列的一个震荡，甚至是有一些的杀戮。这个杀戮是要毁灭说亚哈他的后裔。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真的好像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但是我们可能要先了解，当时候南北两国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同流合污的时刻，也就是北国的王、南国的王两个人一起联合起来，是在一些罪恶的事上来同伙。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是为了要敬畏耶和华，或许有不一样的结果，但是那时候却在南北两国联合起来来做一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这一个恶的影响原来是来自于亚哈耶洗别的影响之下，因为亚哈跟耶洗别的孩子，一个在北国做王，他的女儿嫁到南国去，而南国的王又透过这个亚哈的女儿跟北国的王有一些的连结，所以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影响跟蔓延，导致了当时候整个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真的是在一个混乱的当中。当然神他必然要来阻止罪恶的蔓延，直到如今神仍然做一样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容许罪恶是肆无忌惮的去在人们的心中来掳掠、践踏，甚至毁灭所有人的善良。所以神总是要在一些的混乱当中要找出一个力量或方法，要来阻止罪恶的蔓延。当然我们看到在北国里面有这么多的混乱当中，耶户也许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人，但他却是一个可以阻止蔓延罪恶的一个器皿。所以神就兴起了耶户，让耶户去做这一件阻止罪恶蔓延的事情。我们真的要知道神不喜欢罪恶，所以神他一定要在阻止罪恶的事上做些什么事情。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在很多人的家庭当中，你都会经过可能家里面有一些可能蟑螂啊、蚂蚁啊，这些你不喜悦不喜欢的昆虫在你家里出现的经验。当你发现有这些不好的昆虫、蟑螂、蚂蚁来侵害你家的时候，通常有些人家里就会用各样的方法想要阻止这些的昆虫进到家里来，有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只希望有一天这所有的这些昆虫、蟑螂、蚂蚁都不在家里出现。如果我们今天知道神对罪恶也是有同样的心智，我们就能够跟主一起同工，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应该是对罪没有感觉的，就像你不会对蟑螂蚂蚁侵犯你的家里没有感觉一样，让我们也能够用我们的所能，借着上帝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来阻止罪恶的蔓延。不单单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要用从神而来的真理，用从神来的真光，能够来散布属神的思想，散布属神的良善。今天神给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机会，透过我们的一些行动电话、网络这些社群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来做一个阻止罪恶蔓延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耶洗别这个角色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觉得太重要，也是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北国在亚哈执政的年间让北国陷入非常深的罪恶当中的一个关键灵魂人物，或许不是亚哈，而是耶洗别。因为亚哈娶了耶洗别之后，耶洗别不但拜巴利、拜亚瑟拉，甚至有很多很邪荡的一些的事物都进到北国的社会当中。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一个婚姻对一个国家的元首的这个影响，甚至对一个国家的
影响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亚哈跟耶洗别在位期间，让以色列真的是进入到一个灭亡的一个好像根基之上，比起耶罗波安的罪，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真的导致北国灭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也让我们想到，原来婚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也是重要的。我们必须慎选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伴侣，因为他可能会是影响你一生，也影响你的家庭，甚至影响你家族的一个决定。千万不要像现代的人一样，只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情欲上觉得喜欢，我们看为好，我们就随意的挑选来成为我们的另外一半，或是作为你的先生，或是作为你的妻子。我相信身为一个属神的儿女，应该要有智慧，免得像亚哈一样，他因着娶了耶洗别，导致了国家、社会，甚至他自己的家庭与家族无穷的后患。我们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敬畏他的配偶，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付上代价的。如果你真知道那是关乎你未来的生命，那你更要在选择伴侣的事上要来警醒祷告。我们有的很多人，我们会在去挑选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评估这个工作，思考很久，我们希望找一个最好的工作，我们希望在一个工作上面能够发挥自己生命最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再去投入侍奉，投入工作。但是常常我们在选择婚姻、选择伴侣的事上，甚至在交男女朋友的事上，我们完全没有去好好的祷告，完全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思考，以至于我们就常常也落在情感的软弱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让我们也能够不但为你自己的感情跟婚姻祷告，也为你身旁所有属神的儿女，所有这些你觉得你所关心所爱的家人朋友，他们的感情婚姻祷告。因为这也是这个时代影响人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件因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到在北国亚哈因着婚姻的缘故，带来国家、社会和个人更深的伤害、罪恶的捆绑和影响，最后也导致了家庭、家族、国家灭亡的命运。我们也想到我们在这世上有许多的人也因着情感受到了伤害，有很多人因着婚姻、感情导致了自己、家庭、社会的破坏。所以主，我更求你让我们所有属你的儿女能够被分别为圣，求你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也能够警醒，有智慧的愿意花代价的去寻求你为我们预备的伴侣，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所配合的婚姻当中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来建立教养敬畏耶和华的儿女。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段健康的感情与婚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